妖祸一世，只要有主人。心有归处，就不会成为恶影。分明是人，分明是妖，偏要当上阴阳师。从前不明白是神定被何事禁说，又偏要去养那些妖。人和妖缔结盟誓，却是天大的笑话。你就这么信此妖？说什么情况？是谁与主人同生共死？在下秦明。